节目开始上菜咯，记得要订阅11点热炒店的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女生通常就是都会想到安慰失恋这件事情，都会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那男生其实我们应该是庆祝失恋啊。对啦，我们不会抱在一起哭啦。对啊，我们男生其实好像遇到失恋要去安慰他，也不是安慰他，我们就帮他庆祝啊。我们都会讲一些垃圾话呛他啊，你怎么那么没用？那样女生要抛弃你，对不对？之类，我们都会用呛的方式，或都这样子。只要谁发生什么事，聚在一起就是哭，太常哭到后来，我们有研究出哪一个牌子的卫生纸，因为要擤鼻涕，哪一个牌子的卫生纸在你大哭2小时，你擤鼻涕鼻子不会破皮。超重要的，然后就觉得这个是女生的义气嘛，对，一下就上钩了，花痴很快，对对对，因为她就是喜欢帅哥，然后有钱的那种，这种女生超容易上当的。哇，你们那布局还要布的怎么？这种花痴不用太久，对啊，我觉得一下就想好就好，就好像一个晚上，妹妹通心脏就过了，对。11点热炒店送高菜，不呛不辣不上桌。女人的聚会哦，你千万不要在旁边哦，旁听。男生啊，受不了。受不了，因为哦，那平常在家里面哦，风度、气质啊，对，都很 OK 的老婆，怎么在那个场合里面呢，变了另外一个人？对呀。所以怪不得以前我老婆每次要姐妹聚会，我想到那姐妹我也认识啊，我去有什么关系？不行啦。她说我如果去，她就不能做自己。不能。那你自己是什么？八婆。不是八婆。是讲一些垃圾话，舒压我们的压力。啊，老公在真的，你们就说不出口了吗？我们的压力都是你们来跟你们说的，不是因为要骂你们，怎么好意思在你面前骂？一定是在背后骂嘛。哎，我还然后在加油添醋这样子。我还看过听过那种老公不在，哎，批评老公在床上的能力，讲的之难听的。这是必须要听到的。啊，他们我不是他老公，他当然就没包袱啦，还讲给我听哎，太狠了哇塞！对呀，拜托，女人的聚会就是有女人的节奏，那你们男人还不是一样？男人聚会你们不讲一些垃圾话吗？啊，我们不会批评老婆、啊，你们是讲一些女生、啊，我们都吹牛老婆有多好，因为这样才有面子。不可能呐、啊！你才不是，你们一定有批评老婆、啊。完全不会，因为批评老婆丢脸的是我们。对呀、啊，我们都在比那个。那是你有先知之明了、啊，不是每个男生都像你这样。都在比什么，你知道吗？比什么？哎、欸，我们都在比什么？比很多车子啊，房子啊，老婆多好啊。现在在比健康，就说哦。你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可不可以守睡？比体力，对。对你一个晚上起来几次上厕所？起来上厕所就很丢脸了嘛。对对对。因为年轻20几岁，没有人起来上厕所嘛。可是现在到你们这个年龄，你说你一个晚上起来几次？我还好啦，我自从认识欧医师以后，对不对？我都不药而愈了。所以到底是几次啊？对呀 ，OK。哎，我有在偷偷追踪你的 IG， 你知道吗？你不用，你可以光明正大。没，我不是那一种人。你要偷偷的来 ，OK。我发现你早一出国，然后聚会对不对，就开始群魔乱舞起来。那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不然跟好朋友一起就要这样。对呀、啊，就开心啊，跟朋友在一起。哎，我身边就是有3-5好友，大家出去就是开心放风。嗯，这个是我们难得的机会，让自己不要再有压力。而且难得会有同一阵线上的人在聚在一起，对，要好好把握。开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请来了很多女来宾，要跟我们分享聚会的时候到底有多疯，到底都讲哪一些话题。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们，钟怡姐。Yeah， 雨柔、若曦娘娘、Dora， 好，以及我们台湾功能医学之父。哎、欸，这个帽子戴很高，你要好好帮我看。而且要讲起来很老哎的，欧汉伟欧医师。大家好，欧医师。来，我们蒋伟文。Jacko， 刚刚还在跟 Jacko 聊，就是说以前我们更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很能够在外面玩，第二天还可以起来上班，什么什么都不会有任何体力上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是在讨论哦，怎么样让自己能活着就好啊？真的，什么要怎么保健自己、啊？哪个医生比较厉害呀、啊？哪个医院的病房比较好、啊？对呀、啊、对呀、啊。小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玩到隔天天亮直接上班。对呀、啊、对呀、啊。女生聚会哦，发生什么疯狂事？来，我随便比啊，大家自己认领哦。我找一个比较 turbo 的什么？集体性交，学哦，教学啊，这个有哦，这种事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刘雨柔会干的事。雨柔，
比如你有什么教学要教？不是，因为呢，我觉得女生在一起就很容易敞开心房，然后因为真的太好了，所以很常，比方说玉林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女孩子聚会很常就讲另外一半不好嘛 ，Melody， 我们就是一定要有平常的委屈压力，就在这个时候要发泄啊，而且男生在外面把自己讲的跟神一样，在我女生聚会的时候就 Oh my God， 这个如果拍成电影会这样子，就是说男朋友在外面吹牛，说我多长多久，然后跳另外一个画面，他女朋友，我男朋友和我跟牙签一样，哇，三秒交哎、欸！我跟你讲，还真的就是这样，我女生聚会就是这样。然后像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我们有一次就是也是一群很好很好的姐妹聚会，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刚交了一个男朋友不久，我们会很期待她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交了这个男朋友之后，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就是说她有多厉害啊，或者是你们多配啊，都怎么样，契不契合啊，就是在等她发言。可是她迟迟一个晚上都不讲话，然后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说啊，我好像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发现我在就是性事这方面好像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很优秀。我们就说没有很优秀是什么意思，他说他责怪自己，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发现我了解的一些比如说知识啊，或者是怎么样营造那个氛围啊，种种我好像没有那么有经验哦，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取悦他，或是这个东西我好像有一步跨不出去，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哦、就让他对我很有兴趣。这个要讲具体一点，他是怎么样，他什么困难没有，因为好，比方说女生太有经验了，女的觉得经验不足，是不是？或者是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女生有时候会想要试出一些，比如说氛围啊、服务啊，然后就让男生比如说对她有兴趣，然后开始到下一步啊什么。可是她连前面那个氛围她都没有办法。这个时候，老经验的你是不是就要教她？老经验的我们，其他姐妹们就教她怎么处理。我们就从头开始教嘛。比方说，我们说，那你是怎么样去那个引导，想要吸引她，营造那个氛围？说没有，有时候我可能在家就会穿一个大 T 恤，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可她好像对我一点反应什么 ？No， 我们说这个时候大 T 恤不是这个问题。我说 Maybe 你可以去找一些比较性感、若隐若现的衣服，或者是你穿了一个大 T 恤，我说你可以直接去她身上啊。我说男生大 T 恤你坐她身上，她绝对受不了啊。我说你不可以只有让她看，她如果无动于，她如果无动于衷的话，你就要主动出击了嘛。然后到后面当然就是进入那个动作教学阶段，我们就说啊，那你我们就说，那你现在先把你会的跟我们讲，你会哪一些招式？而且可能还要做动作给你看，不是你要先测试他的柔软度。然后呢，因为都是女生，她就是只会两三个动作，她说就正常嘛，然后就一些比较常见，我说就这样，就这样，然后就是教学嘛，两个女生教他，我们就一个扮男生，一个扮女生，然后就现场在床上，在沙发上就开始这样模拟那些动作给他学。对。然后那一天之后呢，再下一次聚会，他说：“哎，真的很有用哎，那个真的怎么样？他用了哪些招式？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他的感情真有增进，而且男生对他是刮目相看。”我就说：“行，就是要这些姐妹，不然你去哪学？嗯，对不对？你去花钱去外面还没人教。哎，那有你这种姐妹还算不错哦，怎么会教一些有用的知识？对啊，当然呢。”我们怎么跟我教学哈？我就请我老婆加你的 line 好不好？可以吗？哎哎，我这官方的 line， 我也正想讲这个话。你老婆，我老婆，欧伊斯，你老婆，我们跟雨柔拉个群组，来群组好不好？团报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对，因为真的需要教学，这个很重要。来来来，我们再看下一条来。衣服脱掉，衣服脱掉全裸，这一定是姜伟文。不是我好不好？我没事干嘛这样？你年纪真的现在不会这样子。你不是一堆男生，然后脱掉裤子那个，然后说这个 party 叫做屌儿浪荡。没有男生会去做这种事情了，我跟你讲。对啊，男生比较不会去做这种吧？对，男生都是裸上半身而已啊。男生会也会脱衣服吧？男生也一天到晚裸泡汤啊。男生年轻的时候真的不会单独跟男生一起这样聚会，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主题了。男生的聚会哈，对啊，说都纯男生都是骗老婆。对啊，怎么可能？我们到现场以后啊，自然而然就是会再生出一堆女的。不然你才不想去了，对不对？对啊，神经病，腿共腿，老是自打在欢乐。烤箱，这谁的？谁全裸？我的若曦娘娘啊！你会全裸？你跟闺蜜在一起全裸，大家全裸。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全裸也是在教学吗？就是、也不是，不是、哦，就是那一次是因为我就是失恋，然后我就跟我们朋友讲说，那我们去海边散散心好了。然后散着散着就觉得有点无聊，就是散心也没有达到多大的作用。后来我们就说，那不然这样，我们猜拳，而且我们没有喝酒，都没有。然后就说，不然我们猜拳，输的人脱一件，那我们就说好。
然后就最后大家都脱光光，女生跟女生在外面，四个女生，然后我们就脱完，就是最后一件的时候就进海里，哦，就裸泳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天哪，又压力整个释放，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就是感觉那种亲近大自然，然后好像感觉在大海里可以找到自己的感觉，对，然后重点是我们还起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一定要做一个纪念，我们就起来随便找个路人帮我们拍照。那时候没穿全裸，就是这样子遮着，说哎、欸，你可以帮我们。没有，那是两点啊，第三点怎么？就没，就只能脚弯弯的。他帮你们拍的是阿贝啊？没有，他帮我们拍背面，我们想要拍背面，然后面对大海这样子。你是大白天脱光哦？下午大概涨潮的时候，就没比较没有那么多人。那就是大白天啊。哦，对了。不是啊，你请那个帮你拍照，总是要正面对他，你总不能说那个那哎，帮、欸、我拍个照那种。对对对，可是那个人其实也蛮害怕，他觉得有点可怕，他就说哦，他会以为遇到金光，不好意思，他也有点点吓到，遇到仙人跳那一种。然后我们从海里，我从海里会出来，原因其实是因为我的那个妹妹被水母咬。电打很痛，哎呀，不会兴奋、啊、你要去医院吧，超痛，超痛，那个被电到，那个是痛到就是你。那、啊、他为什么知道要去电你妹妹？不知道啊，因为就可能脱光。他可不可以路过？我跟你说，你要讲什么？我真的有一次是跟我朋友，我们去新加坡，我们其实是前面有两天是在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其实其他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们有另外四个女生自己留在那里。那我们就先就是前几天都真的很忙很累嘛，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最后两天我们放松一下，所以我们是自己找一个就是比较因为你知道新加坡很多就是我们去那个圣淘沙那边是有海滩的那个饭店这样子。那最后一天呢，我们就在喝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就喝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开始就说真心话大冒险，那输的话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就指定他做。我们玩到最后呢，就是喝到大家都懵了，我们甚至有人已经是跑到楼下，然后呢就是边跑然后边拖，可是会拖到剩两件，因为是海滩啊，其实看不到人的，然后边跑边拖，然后拖到就是像比基尼这样子、嗯、对对对对，然后就在那边大喊说我是谁，我爱新加坡，就这样喊出来哦，就在那边喊。那喝醉了是吧？其实有点懵，可是是玩得开心，可是没有到很醉，因为很醉你可能连这个动作都没有办法做了，然后就在那边跑就是真的很嗨、嗯、那因为其实在圣淘沙它是一个不夜城，它其实到晚上都还是很多人在那边，然后就这样跑，然后呢最后隔天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就是醉的醉睡的睡，就是还没有清醒，只有我是最清醒的，我就是一个一个帮他们把行李装好，然后帮他穿衣服，然后把他裤子拉好，说走，然后就拉他们走，然后去到机场，然后上飞机。我跟你讲，最夸张的是，我们下飞机就是一个一个把他们真的有点像拎着下飞机之后，我们就在那个出关的地方，就一个人那电话打开了嘛，就一个人接到电话。因为我们坐商务舱，商务舱是不是都有名，每个位置是谁坐的？他就接到电话，请问是谁谁谁吗？比如说，请问你是 Melody 吗？他说，对，怎么了吗？他说，哦，我是这边是某某航空公司，那个在你位置上有捡到一个东西，那您现在在哪里？我帮你送过去。然后他送过来，然后我们全部在旁边傻眼，什么东西？内衣。尴尬呀，内衣为什么会？因为你们在飞机上脱内衣。因为呢，他就想说要睡觉，他就把内衣脱掉，想说可以放松一下。结果他下飞机，他内衣没有拿，然后结果是那里面的空服员帮他脱内衣，真的是有什么毛病、啊？他就把内衣，因为有钢圈会不舒服啊，他就把内衣脱掉放松一下。一般人顶多就松脱而已啊，不会整件拿下来。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他很夸张，他可能觉得说他现在应该是躺在床上睡觉吧，他还在醉吧，他就把内衣脱了，然后到最后是那空服员把他的内衣送下来飞机到那个出关的地方送给他，然后我们全部人傻眼，就玩到这么疯，他就是真的内衣。女生哦，真的平常哦，就压力太大，压抑过多，就是每次喝醉酒的表现方式就是脱衣服，我也搞不懂，因为男生也不太会说喝懵了来脱衣服，不会。那女生哦，要么脱衣服，要么就哭。对，就是，要不然就讲英文，就是三件事。那男生不会讲，男生也很爱讲英文。我会讲法文。对，而且大家用脱衣服来表现，这真的有点奇怪。男生也爱脱衣服。没有没有，男生喝醉，男生喝醉就会硬去跟另外一个男，没有，就会跟另外男生说，我跟你多妈几多好多好，我多有军多棒，讲一些垃圾话，义气什么的，讲这种话，卢啊，对，就很卢对方这样。我以前一个工作人员是这样啊，就是人家
是老板嘛，其实我们也是为了应酬那个老板，那老板已经喝懵了，我那工作人员也喝懵了，啊，他们两个就互相盯上对方，你知道吗？你一杯我一杯，你一杯我一杯，那老板被他逼到没办法，然后我再敬你一杯哦。那个人说敬我一杯，我敬你五杯啦，我五杯对你一杯啦，要不要再来？逼到这样，你知道吗？那个老板喝懵了以后说啊，你会喝酒没有用啦，你有逼我大吗？哎，那个老板当然裤子脱下来。还说不会脱，真的假的？就发疯了，没有就变成在比大小了。那我那工作人员也脱下来，那我这样看，我是觉得两个字差不多大。反正呢，就喝懵了，那个老板也不见了，啊，我那个工作人员也不见了，啊，大家就觉得说那闹剧一场。啊，离开的时候已经半夜三点，那时候金华城不是有 KTV 吗？那个 K Night 还是什么忘记了。然后呢，有个十字路口嘛，金华城那边，对，我下去一看，不得了了，半夜三点呢，欸。怎么会有这么敬业的交通警察，而且还没穿衣服，而且是两个在指挥交通。我那个工作人员跟那个老板两个在那边哔哔哔哔，没有哨子，自己在那边哔哔哔哔，他指这边，另外工作人员就跟他指反方向哔哔哔哔哔哔，两个在指挥交通啊。哎，加克，男生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玩？我跟你讲，男生听过这样，可是我真的看过这种事情这么可怕，是女生的聚会。女生对，因为我去过女生聚会，他们就是像他们有时候女生，我们通常去那边，其实女生聚会我们是想去，可是他们不会让我们去。可是那次我去是因为有个男生是他们的一个男朋友，他去付钱的。然后我们一进去里面已经很疯了，因为他们叫那个猛男在那边跳舞，你知道吗？那猛男就跟，哦，因为其中一个女生，她好像跟她前男友好像分手干嘛，就很难过。他们就叫猛男帮她庆祝，让她忘记这一切，你知道吗？所以那女的真的喝得很醉。那猛男当然来，他就对猛男上下其手。那猛男当然 OK 嘛，但是他喝太醉，醉到他去亲那个猛男，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当场看到，哇，亲猛男这样很怪，因为猛男有时候会拒绝不让你亲，可是那个猛男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女人也不错吧，他们就真的在那边亲吻，你知道吗？没听到这样。对，但是可怕的来了，那个女是亲下来，过一会，吐在这个猛男的嘴里哦。我一看看到吓到，就因为他整个为什么我知道他吐，因为他这样以后，然后那个猛男就。他也吐出来，他那个就是两张嘴连在一起嘛，然后要刚刚好你要吐嘛，然后完全过去空压缩，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最可怕的，因为我看到我自己都想吐，所以我觉得，好恶，我觉得女生聚会你们才会这样才可怕。有的时候女生就很容易喝到，你自己在当下喝，你不觉得你有醉？对，就你觉得你很好，就 OK， 你还可以走路上车，一上车那个醉意就是突然间就会这样子涌上来。我有个朋友就是一上了 Uber， 他那个醉意就突然间。涌上来，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坐在车子里面就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因为很少看到他喝到这样子喝醉。那个有的时候喝醉不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对，他那个没有办法反应，这个吐就上来了吗？是，他就拿了一个铂金包，然后把那个铂金包拿过来讲，真的也必须要这样，因为没有袋子啊，什么都没有啊。来，哎，是谁呀，啊？谁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是我，女生就是会这样子啊。而且是失恋的时候，反正因为我刚好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失恋，而且我是在就是真的是过年假期的时候，所以我真的比较好的朋友他们是回老家回南部，然后我记得我忘了我是除夕还初一失恋，然后他们就人已经在彰化，然后一个在嘉义，他们隔天直接就是陪高铁回来，他们就不过年了，然后回来陪我，然后就把我叫到，而且他们就是把我叫到我们有其中一个朋友的工作室，原本里面只有那种办公桌椅那种，就他就为了我们，他在前一天他就订那种很像沙发床超巨大沙发，然后让我们三个可以就是躺在那边聊天，然后就是边讲事情，然后我就边哭，然后我哭着哭着讲，我都没有注意他们，一抬头他们全部一起这样跟着哭，然后边哭还会看时间想说差不多要吃午餐了，他们就叫好午餐，我就继续哭我的，边哭边讲，他们就会适时的塞饭到我嘴里，然后要我要记得吃饭，然后后来还会去，就因为我们 这几个只要谁发生什么事聚在一起就是哭，太常哭到后来我们有研究出哪一个牌子的卫生纸，因为要擤鼻涕，哪一个牌子的卫生纸在你大哭两小时你擤鼻涕鼻子不会破皮，
超重要的，然后就觉得这个是女生的义气嘛，这不用喝酒就已经可以，他们为了你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是一直在爆哭，然后我们就是一群就是爱哭的人，然后我们就会集中在一起互相安慰了，就觉得很暖嘛。但我有发生过，会不会像告别式？没有，不至于。但我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我记得那天是我一个很好姐妹结婚，然后就那个婚礼办完之后，她有 after party， 然后就是我们几个姐妹去唱歌，然后一走进包厢，歌唱一唱，我突然大哭，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但我们都没有喝酒。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不应该结婚，你就不应该嫁这个人，你不应该为了你觉得你年纪到了办完婚礼，他才刚办完婚礼，然后我就在那个大哭，然后现场其他姐妹就也跟着哭，因为就也觉得说我们也觉得你不应该结婚，这个男生不是对的人，你只是急着说你觉得年纪到了什么，我们觉得你欠缺思考，然后很心疼他，我们就大家哭成一团，结果事实证明我们哭是对的。为什么这个今天话题很新啊，那个都然，你是不是觉得进错棚了？啊，你说好像有别急。他从头到尾哈，他从头到尾脸哈充满了惊恐。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看到没那有都然，我想说是有新人都然，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都然。今天哦有两个，有两个走错棚了，一个都然，一个欧伊斯。我只能呼吁大家在尝试不同体位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休蛋几嘞？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支持十一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十一点热炒店，我们就大家哭成一团。结果事实证明，我们哭是对的。为什么？他们最后真的离婚了。哎，你不能这样啊！哎，没有没有，因为真的认识不够深。然后只是为了一些，比如说要传宗接代，或者是他们觉得年纪到了该结婚了，为了结婚，对，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我们身边的姐妹就会心疼他。我觉得女生聚会真的除了现场这样发疯以外，有可能也是有这种，比如说，因为我的老婆是 bartender 嘛，她调酒师嘛，现在女生聚会，她就有时候我看我老婆在家里拿酒柜酒哈，拿这个酒，拿这个酒，拿一大堆酒要出门，我说你要去哪里？她说今天有他们女生朋友的聚会，我说那你带这么多酒是要去干嘛？他说他要调酒给大家喝。我说为什么？他就是有人失恋，就像刚刚这种失恋会哭啊，干嘛的？那我说那你失恋要调这么多酒吗？他说对，他们要喝得很醉。然后呢，然后他们要打电话去骂那个男的，就是你知道，因为那个男的可能他们不报复，对，就是说先骚扰他，你知道吗？很幼稚哎，就是小孩，让他接下来不跟他讲话这样，然后就是又让那个男很生气的，或者是挂电话，就让那个男的生气了再骂他。第一个是要有这个酒性去骂去骚扰这个男人，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要喝很重的酒，要忘记这些痛苦的事情，就重到说他给他喝这一杯，他说他女生的朋友喝完一杯以后，然后就觉得不够重，还要再一杯，可是这个话才刚讲完，他下一秒他就已经发现他脸在地上了，他倒在家里睡，在家睡觉了，所以他就是整一杯就忘记就断片了。哇，那真的是忘情水。我就想说女生通常就是都会想到安慰失恋这件事情，都会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但男生其实我们应该是庆祝失恋啊。对啦，我们不会抱在一起哭啦。我们男生其实好像遇到失恋要去安慰他，也不是安慰他，我们就帮他庆祝啊。然后我们都会讲一些垃圾话呛他啊，你怎么那么没用？那女生要抛弃你，对不对之类，我们都会用呛的方式，或者都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以前我们曾经有一次，就是为了重拾他男性的尊严，放好，我们就去找一家 KTV， 好，大家唱歌啊，喝酒喝喝之后，来来来，拍两声之后，好，外面来两个辣妹。就在他身上游移来游移去，让他重拾一下男性的尊严，这样。对，然后那次我就觉得，就玩得很疯啊，就他就会两个辣妹就把他衣服就扒光啊，然后最后也还会在隐藏的状况底下把他内裤什么全部都撕烂。那天还穿着西装笔挺的，对，因为他下班去，对，把内裤撕，把这些撕烂，对，把内裤撕烂。但是两个辣妹帮他把，这个辣妹的手劲也太强了，很厉害。然后他的失恋病就好了，他失恋病就好了，所以说让他重拾男性的尊严。来来来，再搞一条。搞一条大条一点的，搞艳遇，闹消失。谁呀？这一定是娘娘。我的，我是跟一群女生朋友，就是去泰国玩。然后我们那时候去泰国的吧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觉得那个吧台好可爱，然后我们就瞬间跟他要了电话。然后吧台就说：“哎，那不然这样，那明天我们下午就是白天的时候带你们去玩一玩。”然后我们也找几个男生朋友出来，然后就变成好多对这样子，大家这样大概三对，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 dating 这样。然后我们就去 date， 就到隔天，那个有一些女生，她们就会出去玩，然后就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然后就开始一对一对的消失。然后比如说，就是她们可能会去骑脚踏车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海边的运，就是一些好玩的设施。结果我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好配对到就是一个比较
其貌不扬，也不是这样讲，反正就是对我比较不是我 的菜，对，不是我的菜，然后就配给我，然后我除了要跟他一整天浪漫以外，我就一直在忍耐，我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然后其他姐妹呢都一个一个消失了，就他们可能就去等做对成功，衰的，对我真的很衰，然后因为。他们，而且他们也都会跟那些就是吧台的朋友讲说，哦，今天我单身。可是他们其实可能有男朋友，但我们姐妹就会帮忙，就是可能对 cover 一下，然后就让他去开心。然后可是我就很惨，我一路呢，我就是要一直在那边装。他就说，那我们等一下去哪里？然后我就说，哦，我有点累，我想回饭店。他说，那我送你回饭店。我心想，哇，这惨了，完蛋，我绝对不会让他跟着我回饭店，我觉得我会很惨。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我那个自己可以就是回去。他说，你确定吗？这样人生地不熟，我还是送你吧。然后这边左推右推之后，最后还是让他送到门口。然后他就说他想进来坐一坐。我说没关系，真的，我现在真的很累，赶快把他推出去。就还是真的有遇过这种，就是帮姐妹保守，可是害到自己的那种状态。啊、你不能说牙医啊，我就当作被鬼压到就算了。可是遇到自己真的没办法接受，是有多丑啊？就是他是就是那种皮肤比较不好，然后那个鼻毛唱出来那种。对啊，然后你还跟他一起骑那个双人脚踏车，这样还骑得下去？我骑了一路，我告诉你，你应该都没在踩吧？我骑了一阵子，我很累。对啊，他还是有遇到这种。OK， 来来来，半夜打电话什么骚扰臭嘴男？不是臭嘴男。臭嘴男不是说他嘴巴真的有味道的那种臭嘴男，是讲话很贱的吗？是他就是很喜欢对女生不太尊重。然后因为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我有很好的姐妹花花嘛，我们就聚会嘛。那天大家就是聊天，然后聊到我们以前工作上有一个男生，他很常对女生讲话就是不礼貌。比方说今天去一个厂商那边工作试镜，然后常常拿衣服出来，比如说是 S 嘛，然后那个男生走过去就说穿得下吗你们，就是你知道他很常会 cos 女生。然后因为以前模特在换衣服的时候，男生女生是一起换衣服，所以很常在后台你就会看到男女是裸体的状态。然后但是因为碍于我们的专业，我们是不会去偷看别人身体，但那个臭嘴男呢，就是会在我们换衣服的时候在旁边发出一些噪音，比如呜哇哇，这样很不尊重人呢。就是因为这样真的很讨厌。然后那一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讲到，然后就越讲大家就越生气。然后我记得约莫那时候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大概三四点了吧，我们还是很气愤，这样我们说，不然我们现在打给他，用那个号码锁起来。然后我们说那打电话过去要干嘛？他就说随便啦，反正把他叫醒接电话就对了。然后我还记得第一通打过去，我们就是凉了以后，然后他一接响，我们赶快挂掉。然后隔了半个小时再打过去，然后花花就说：“哎、欸，换我。”然后花就打过去，然后就这样，他电话一起来就是，挂掉。我们就这样每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就打电话过去，然后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大概约莫打到，我记得打到早上六点多七点，我们每半个小时就打一次。然后这件事呢，就让我们睡醒之后就忘了嘛。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又一起工作，大家在后台聊天，隐约听到男生聚在一起聊，就不知道是讲到什么，反正就那个男生就说：“对啊，我前一阵子也是遇到神经病啊，就半夜一直打来啊，二十分钟你们就打来啊，我都不用睡觉，叫我起来尿尿啊，跟我说什么鬼门开啦、啊。”然后、欸，你们那时候几岁啊？怎么干这种事啊？我二十几岁，对。然后那时候听到我们在这边笑翻，但我们到现在都还不敢承认。我觉得女生在一起一定会干一点小坏事，一定要就一定要聊一下、骂一下这样子。像我呢，我们是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小三，然后那个小三是出了名的小三。那个女生呢就很可怕，就比如说有一对情侣走在前面，那女生就会去抠那个男生的背，就是他是出了名就是一定要搞人家的男朋友那种。然后我们就觉得一定要来处罚一下那个女生，然后尤其是他现在又搞到我们朋友了，那我们的朋友很难过很可怜这样。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个帅哥，这个帅哥也是我们朋友，那个帅哥也是就是你知道比较风流一点，我们就叫那帅哥去把他，然后那女生就真的爱上他了。然后爱上他之后他又把他甩掉，然后女生就崩溃，然后很就一直哭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爽。对，很狠的呀，因为那个男的要让那个女的爱上他，那是要放长线，要没有，那女生一下就上钩了，花痴很快。对对对，因为她就是喜欢帅哥，然后有钱的那种，这种女生超容易上当的。哇，你们那布局还要布得怎么？这种花痴不用太久。对啊，我就一下就很好，就好像一个晚上，妹妹通心脏就过了这样。
哇，这个今天话题很新啊，那个都然你是不是觉得进错棚了？你说这好像有别急。他从头到尾哈、哦，他从头到尾脸哈、哦、充满了惊恐。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看到没那有都然，我想说是有新人都然，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都然。今天哦，有两个。有两个走错捧了一个都来一个欧医师，我只能呼吁大家在尝试不同体位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大家走错捧的都来，应该这一看就知道是你的隆重变装出席聚会。对，但我们这个不是那种，就是也很多人好像都是在生日啊，或万圣节，或是一定要什么节才要。可是我们其实反而那些节日，我们就是都很素，就会觉得我们不要跟大家一样。但是我们就是会某一刻突然想要纪念彼此很漂亮，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么漂亮，我们平常有的人是化妆师、服装师，然后有些人是 KOL， 有的人是模特儿这样，然后就觉得我们这么漂亮，我们应该要留下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最漂亮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去找一些奇装异服，然后还去找我们超疯哦，我们还做 PPT， 我们前面是要开会。然后我们找那种找一些摄影棚，找摄影师，然后那个服装师就负责找大家的衣服，然后有的人会发那个书画，然后就好哪一天，然后到哪里，我们还去找那种就是那种很复古的那种旅社，嗯，然后我们就是弄得很漂亮进去，旅社就真的是那种，对不起啊，老板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柜台是一进去就会看到，打开电梯就看到有个柜台那，然后老板那时候我们就很漂亮的进去，然后老板还是跟我们说，来你去305，你去303，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们不同房间，我们不是就订一间要拍照吗？然后走过去里面有阿公在里面。就是打开门啊，误会。然后老板说啊，你们是来拍照的。然后我们说，对，他原来是小姐啊，嗯，因为你没有穿成那样嘛。对，因为我们那个，因为是在那种比较复古旅社，我们也穿的就是比较复古，嗯，比较那种日系复古一点，然后就有被误会。哦，但是那你们真的是哦，对啊。但你看照片很漂亮啊，就大家会画的跟平常也不一样。那你们这样让那阿公空欢喜，真的是。对，阿公有点难过，而且阿公们，因为我们在走廊上拍，阿公他们还开门这样看我们在那边拍。照这样哇，你们这个好像那种啊专业的写真集，对对，就是会把它弄得很隆重，但是就没有为了要纪念什么节日，就只是想要我们想要为我们自己的友情就是做一个纪念。对，因为女生以前就喜欢拍那种拍贴的东西嘛，这就类似那种晋级版，对不对？隆重版的拍贴的概念。我跟你讲了 ，party 啊，哪一个产业最厉害，你知道吗？医生界。对不对？哦，你们那个玩起来真的有够无法无天的。医生不是都很压抑吗？所以他们喝酒很能喝啊。喝酒喝到后面之后就放开了吧？对。那你遇过什么样的疯狂？那个有时候平常道貌岸然，比方说医院的什么科主任那一种啊，每次喝酒最疯癫的就是他们，对不对？我意思你为什么不敢讲？对，不敢讲啊，对啊，认识太多了，对。但是真的是大家想象中有那么疯啊？我医生真的玩，有时候疯的情况是大家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介绍我去看，因为我之前这边有一个不好的肉瘤，就要把它切掉。然后我朋友就介绍我去给外科医生，看起来就是那一本正经的外科医生，医术很高超这样子嘛。然后把我再切掉，切掉就没事了。然后说要回诊再检查一下就好，看一下。去切掉东西化验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坏。他说，可是眼睛看是没什么问题，这样。然后就说好等报告这样。然后呢，这是我朋友介绍的嘛。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去喝酒，拖喝，然后就半夜三更那种凌晨打电话给我，你知道？我说，哎，医生打来，刚接起来，蒋先生吗？我说，哎，我是医生，什么事？我一看，哎，现在什么凌晨一点多，我就听到我朋友的房间说他在找你了，很重要的事情了。我说，什么事？医生，医生，那然后医生说。没有啊，我跟你讲啊，那个化验啊，我跟你讲，化验已经过来，结果出来了啊。你现在坐着吗？你现在坐着？我说我现在睡觉，我在床上，到底要说什么的？然后旁边说，你快跟他讲了，我朋友在旁边闹，你快跟他讲，到底结果怎么样？医生，我跟你讲啊，你坐好了，化验结果啊，正常，莫名其妙。应该这么说啊，就医生也是正常人嘛，所以可能遇到酒精的时候，总是会有、会有时候会做出脱序的行为，想开玩笑，脱衣服啦、打电话啦，这可能都会有这样子。压力太大了。来，若曦、欸。其实我变装，我就是超多变装的聚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 cosplay。对，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我本人生日，然后我就跟我的姐妹说，我跟你们讲，一定要认真办哦，就是要真的很认真那种。然后我呢，我是扮阿凡达。我那个汤喝完，我就完全断片了。我就在家里，我已经为什么喝酒不能配汤？很容易冲上。恐怖的是说，他在喝第二汤匙的汤，他享受，
然后眼睛再睁开来，再自己掉。已经在我床上了。你跟照大肠镜有什么两样？我跟你讲，很像，因为我醒来，醒来已经在恢复室了。十一点热炒店。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我本人生日，然后我就跟我的姐妹说，我跟你们讲，一定要认真办哦，就是要真的很认真那种。然后我呢，我是扮阿凡达。我是真的很认真，我生日啊，我就很认真，然后涂成蓝色，涂蓝色，我整身就涂蓝色，全身蓝，对，全身蓝，然后还有尾巴，然后我就用什么材料涂？我那个油的那种，油性的那种，可以画在人身上。然后我去的时候呢，我姐妹扮什么？什么护士啦，然后旗袍妹啦，然后兔女郎，就那种很无聊的，然后我就不是很开心，我就于是我就用酒来灌醉自己，就我就喝醉了。然后那时候交的男朋友是一个比较乖乖的那种，然后他那时候一回家，他吓死，因为我喝醉，我坐在沙发上，全身蓝的，然后褪色的阿凡达，对，然后糊掉的糊的蓝的，然后披头散发坐在那边，然后要吐不吐的这样一直翻，好恐怖哦，可怕，他吓到要去收精。哦，这个是不是阿凡达啦？这是就是我没有，这是我另外一个派对，然后我去当 DJ， 然后就当那个赛博朋克的那种派对，什么赛博朋克，就那种未来感的那种，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荧光趴，就是我们都很爱办那种有主题，多彩多姿哎，我还想参与你的生活，欢迎欢迎，对呀，你看可以扮 Avatar， 可以，你九点就要睡觉的人先不要，我先从那个啦，那个十八铜人开始。先过海，我先涂金色的。那个金钟奖啊，我本来想说穿正式西装不过那些厉害的人，你知道吗？我想说干脆哦，因为金钟奖金嘛，我就涂成全金的，全裸，然后喷全金，是不是会攻占各大版面？没错，好，决定就这样干了。你要不要也？我才不要。全裸，十八铜人要有扮才好玩。哦，对，那我演方丈，我后面带十八个跟班的。对啊，这才好玩。就我就演那个梦遗法师啊，这样恐怖哎。来，再一条来，灌醉摆平现场男生，哇，这个有够厉害的。对，这是我的。我有一个朋友啊，他酒量非常好，那我几乎没有看过他醉过。但那一天呢，其实我们没有想过要喝，我们只是想说姐妹聚会，大家就聊一聊这样。其中有一个女生呢，就带了她暧昧的对象，她那个暧昧的对象呢，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又来一个朋友来找她，然后那个也是男的，就两个男的在那边，那感觉这两个男的就是有点想要。就想要闹我们就对了，他就说，哎，那你们就只喝啤酒哦，这样好吗？啤酒喝不醉难看啊。我跟你讲，我这边哦有寄了酒，这边的酒我那个有25年的，很厉害。好，那你就点吧，25年不喝白不喝啊，还不错的酒。好，他就点了，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喝哦，然后哎进啊，哎你不喝怎样？是不是现在没有把我当朋友？是不是？后来他真的是闹到我们那个朋友有点不开心了，他想说要喝是不是？好啊，来。他就跟他就是直接哦，公杯这样喝了之后，然后那男的就有点吓到了。他说：“那这一瓶喝完了，我们现在要喝什么？”然后男的也有点尴尬了。他说：“哎，老板，那现在有没有清酒？”他就来个清酒，直接又跟他对喝。后来他就又点了，我记得那时候whisky 喝完清酒之后，最后收尾是喝啤酒。嗯，我这个不行，这样子喝。最后面生啤酒结尾，我告诉你。我这女生朋友是安然，就是好好的在那边说怎么啦，还要不要再喝？然后男的是这样子，呆掉啦，他呆掉。我告诉你，最后面哦，真的是就是我们的女生朋友就跟暧昧那个，他们几个人帮他扛着出去，然后请那个车子把他送回家。就是不许有些男生是太欺负人了。不是因为我们，其实我年轻时候几乎都，我可以说我没有喝醉过。我以前天天都跑夜店，而且我老婆是 bartender， 所以我在夜店认识我老婆。我人家常说 Alex 常问我说，你为什么每天都去夜店找老婆啊？哎，真我就娶一个 bartender， 你知道？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爱喝酒，每天喝，每天去那边消费，然后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了，所以喝很多也不会醉。但是后来到某种年龄很容易醉，像我最近有一次。我去要像年轻时候这样喝哦，因为以为自己还可以，你知道吗？然后就只是朋友聚会，就是喝酒吃美食那种拖，然后大家来就喝啊，喝干杯，聊天聊天喝，聊天喝，聊天喝，吃美食喝，哇，很开心啊，就喝了很多杯，觉得自己好像回到年轻的时候。那可是重点还是要吃美食啊。然后我记得好像来第4道还是第5道是一道汤，我想这个汤哇，
我喜欢喝这汤，很好喝，因为我刚喝了很多酒，喝配汤很棒，喝一口汤，嗯，很棒，喝第二口汤，哇，好舒服，我眼睛就闭上了，哇，然后下一秒眼睛睁开来，哎，我怎么在床上啊？哎，我在家里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汤喝完，我就完全断片了。喝酒配汤，我就在家里。我已经为什么喝酒不能配汤？很容易冲上来。我就直接躺在家里在睡觉。他那个恐怖的是说他在喝第二汤匙的汤，然后享受，然后眼睛再睁开来，在自己家已经在我床上了。你跟照大肠镜有什么两样？我跟你讲，很像，因为我醒来，醒来已经在恢复室了，我就觉得怎么会在这边，然后我就很饿，我觉得我是要去吃美食的，然后酒喝那么多，怎么完全没有记忆？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怎么发生什么事？我老婆说你都不记得吗？我说怎么了？她说她有看影片，有影片，她说那个我喝到断片，到那个饭店人员推那个轮椅过来，然后我是坐在轮椅这样被人家推出去，你好丢脸呐，完全没记忆，酒量是变差，没错。但是我每天都有在补 B 群的，因为其实我们到一个年龄一定要像 你是不是要吃很多 vitamin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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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B 群要补，可是 B 群已经不够力了，因为到后来就觉得不止酒量，他体力也变差啊。我住桃园，所以每天通勤这样台北桃园台北台，有时候回到家里真的是在开车的时候眼皮就已经很重了，回到家里还帮小孩什么做晚餐，陪他们写功课，够累，然后还要陪老婆在床上看剧，有没有什么在电视台看剧？好忙哦。对，你以为干嘛？没事哈、哦。然后。就是觉得都没体力这样子，后来呢，就演艺圈朋友就推荐我可以吃，黄灯辉啦，推荐我吃一个什么白参护肝，哎，白参护肝哥已经吃两年了，其实哎。我开始推荐给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因为我觉得真的蛮有效。它里面不只有 B 群，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在补充 B 群，可它里面有很特别、很这个珍贵，就是白参。那白参里面你也知道嘛，它有很重要什么？它有那个就是人参里面最重要的人参皂苷、啊。不管什么参啊，最重要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它重点是它是那个护肝的很重要的活性的一个成分嘛。如果你没有人参皂苷，如果不够多，它的活性成分不够多，你吃也没有用。嗯，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哎，这个真的吃的蛮有感觉的。那重点是白参，我后来发现它跟红参不一样，白参是一般人都可以吃，不管你什么体质，一般体质都可以用的，效果真的蛮不错。嗯，后来我就觉得，哎，听医生也跟我讲说，因为你知道现代人生活都是比较怎么样，就是不美食美酒啦，或者是外面外食的干嘛，熬夜干嘛的，到处都是。甘苦人，我上次去做那个健康检查，就会有一些脂肪肝嘛。医生说要好好护肝，因为脂肪肝就一点点，可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它，它就变什么纤维化，可能它甚至会肝硬化，所以就要好好的护肝。你现在懂好多，你要不要跟欧医师换位置？欧医师到底可以补充一下，对对对，我把它脱下来给你。哎，我们这个白参护肝是有拿到那个小绿人，所以它就是因为它的小绿人包，它是可以有效的降低那个像 GOT 啊、GPT 啊，就肝指数，甚至于肝纤维化，它都可以帮助到。所以那时候觉得，哎，这真的蛮不错。然后我自己吃，我老婆觉得体力真的变好，她感受得到你的变化。对，她觉得我回去以后陪小孩啊，或是陪她追剧什么的，就是那个续航力。会变比较强。现在不止工作要拼，然后要照顾家庭，然后还要怎么样？工作那个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体力要好。所以他加了玛卡，又加了姜黄，在这里面，你就让你的体力更变好。所以我每天白天就吃一颗，这样就可以帮我护肝，保养我的体力。我的感受是那个哈，有时候已经预期要应酬了，对不对？要喝酒，喝酒之前吃白参护肝，对，好，这样酒量会变好啊。然后隔天醒来呢？不会头痛，那个宿醉的情况就不会这么，就不会像宿醉啊头痛啊。它那个成分可以加速这个分解酒精啊，不信你问欧医师，是不是这样？欧医师对啊，所以我们就说，其实有时候喝完酒，其实就是可能这些护肝的产品，就吃一颗像事后丸这样子，对啊，对，那可能就可以肝脏，人家都说是沉默的器官，对啊，因为其实应该这么说，其实我们人啊，不管男生女生，其实过30岁之后，肝脏的酵素就逐渐变少。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说30岁以前超会喝，过30岁生日那一天发现哦那个酒量一个分水岭，对，就其实就是一个分水岭，本来在8楼直接掉到 B3 对，没错，对，所以其实肝我们常常说很沉默啦，那因为现代人其实我们大家说其实凌晨2-3点睡，或者是说其实我们的生活作息都非常乱，或者是加工食品吃的比较多，那像我们刚前面提到酒喝也会喝很多等等，那所以的话呢，其实这个肝它常常就我们只要一感到疲劳，或常我们会看到做一个体检看到什么肝功能好像有点上升，一点点红字的等等之类，其实这时候我们身体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警讯啊，这样子。对，那我们刚刚说，其实喝酒都很伤肝呐、啊。那其实这边是要给大家一个观念，那喝酒到底有没有一个安全值？对，其实喝酒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上限，没有。对，
其实完全没有，因为我们一滴都不行啊，也不是说一滴都不行，就是说我们可能就适量，而且每个人的解酒酵素都是不一样的，那它的数量或你的解酒基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绝对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上限。你只要一过一个量，那它其实就很有可能去让你的肝脏损伤。那像刚伟文提到，就是像肝纤维化这件事情，对，那肝纤维化基本上来说的话，就说有点像我们皮肤结痂，我们可能那样划破一个伤痕，它就慢慢的结痂回来。但你想，如果我们一直去挖这个伤口，是不是越挖越深？它可能越结痂越严重，这个可能严重到会有肝硬化的风险。哎呦喂！对，那肝硬化你就没办法逆转了，所以你在肝纤维化的时候是还可以做一些逆转啊。对，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就想要吃这种护肝产品的话，当然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要选择就是有小绿人标章。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还有讲一些所谓的护肝功效。对，这个都相当重要。OK OK， 因为喝酒喝过头，人家讲那种酒精性的肝炎，有没有？那个也很严重，对呀、啊，有一些是猛爆的那样子，也很可怕、所以呢，如果免不了喝酒，因为最近呢、现在又十月了嘛，尾牙季又来了，那没办法，人就是不免要这些喝酒应酬的事情。对啊，不可免没关系的，就记得白参护肝，来一起来，加口白参，白参护肝，白参护肝，白参白参白参护肝护肝护肝，好，太好了。而且除了男生以外，女生在外面喝醉也要小心，不要让人家不要失态，这样子也不好看。对，但是我跟你讲，女生很聪明，女生该示弱、该躲酒的时候，女生就会躲起来。但是我们身边有一个男生呢，他就是很常，因为我们最后发现那个男生很喜欢灌女生酒。11点热炒店。像女生很聪明，女生该示弱、该躲酒的时候，女生就会躲起来。但是我们身边有一个男生呢，他就是很常，因为我们最后发现那个男生很喜欢灌女生酒，然后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喝一杯，对不对？他一可能喝一口，就他很会躲酒。然后他把女生灌醉要干嘛？他其实也没有想干嘛，他就是想要拍一些女生那种失态的照片，比如说在什么聚会上睡着啊，或者是什么变一个大体的状态，他就喜欢收集这些照片，然后等你醒来，然后说：“哎、欸，你看你昨天这样，你看你上一次，他就很喜欢做这种事情。那你知道这种女生久了以后，大家集结起来那个怨气是之可怕的。对，然后你如果用不护肝，你状态又不好，换你喝醉的时候，我就给你拍照。而且我们也是，就是开始灌他，女生集结起来就大家把他灌醉，灌醉的时候也照他常态拍他丑照，然后怎么样还帮他摆拍。之外，我们还拿那个身上我们不是有化妆品什么，把他脸画得跟鬼一样。他的脸上至少多了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器官，然后我们就拍他，他也不知道，他离开也不知道，他走在路上他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把他拍下，然后等到他醒来之后，我们说：“你上次怎么长这样？你脸上怎么多那么多东西？”你们都是用幼稚的方式来对付幼稚的人。对啊，但这很重要。我们女生就是聚会都会做这种事，所以女生聚会很重要啦。我们这个主题有做过很多次，每次回想都很热烈。每次录完以后都更加深我的那个决心，你知道吗？不可以再让我老婆去参加姐妹的聚会。你这个很夸张哎，够恐怖的啦！都是这些事情，也没什么好事，就是要释放压力啊。因为我以前我们家本来就有门禁了啦。对啊。你给你老婆门禁、啊？对啊，就10点以前一定要回家，所以我回去呢，回去这个家规呢要更压力好大、哦，再度重申，对。OK， 你们家有门禁吗？我们家没有门禁。哦，对对对，欧医师他是自己有门禁，他9点以前不回家会被他老婆打断腿。好啦，祝福这个所有姐妹们在外面聚会还是要注意安全啦，但是要好好玩，好好放松，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